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里的太阳神鸟金饰，反映了人类早期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，代表了古人3000年前的飞天梦。图片来自 iQPhoto， 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博物馆。镇国青铜器西周厉鬼，以他不多的文字为破解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做出贡献。图片来自 iQPhoto， 秦史古文。大秦帝国的东方红附在于石鼓之上，石鼓介绍详细见朴品问答。图片来自 iQPhoto， 银雀山孙子兵法、孙膑兵法、竹简、西汉。1972年出土于银雀山汉墓。2018年12月23日，山东博物馆。图片来自 iQPhoto。 2018年11月13日，平复帖。西晋陆机传，上海历史博物馆文物。图片来自 iQPhoto。 2016年3月24日，北京故宫文华殿太瓷罐展品。宋定尧白幼孩枕，观音赐死，栩栩如生。剩下三个分别为五牛图、珍珠舍利宝状、独山大玉海，喜欢的可以找来看看。图片来自 iQPhoto。